目前，在已检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中，尚未发现有明确的与相关疑似病例、确诊病例、发热病人接触史，或与冷链物品、野生动物的接触史。疫情的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，经过对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，排除舒服县疫情以血本乌鲁木齐疫情病毒的相关性。